这么好天气，我们一定要好好录起来。是吗？是这里吗？这是你那边什么？海市场哦，卡通的旁边才是。卡通的这边是那个嘛，我们要等下去那里。对，然后我们就在旁边玩玩到。那是卡通。50分的时候，我们就立刻。我们刚刚买的那个是付费的嘛，对不对？快速通关嘛。不是，付费跟快速通关不一样。不是，我是说我们，你讲错了，玲玲了。我们买的那个叫快速通关，然后它那个是40周年的尊爵券。嗯。你懂我意思？40周年的尊爵券是让人家去抽的。对，快速通关，你记不记得以前我们买33项快速通关是快速通关，那个是买的，哦、对 ，PPA 啊，对啊，这个是牌子吗？这个是小火车吗？是，好像是台北还有什么？这传教声也太恐怖了吧！我们都没有拿他的那个镜子。啊？你看这个拍的多夸张！当时很多女的受，就是卡通，正好美女也受，因为美女也受，走过去。嗯哼。胖胖，我帮这牌子拍一下。到这边。这边。走。对，那是你有照顾他们的。嗯嗯。是米奇的。米奇的家。米妮。米妮的家。要不要进去看一下？没有啊。没人。好，看我这里。我的家。这边是什么？他们那个孩子沙发，米妮老师。这个好可爱哦！对啊。那肯定我们要留时间哦。对啊。不是啊，你不用担心，我们那个9:50到10:50，然后下一场是11:50，对不对？所以不是9:50一定要准，哎，对，电到。可是那我问你哦，他怎么掌控什么时候播放？播放什么意思？他那是一个剧还是什么？不是啊，美女也都是坐车的啊，你记不记得？不是，是坐车的。对啊，是坐车的。你靠在这边，我按拍一张就可以了。到这里。那电视好可爱。对啊。啊，你坐这椅子。可以啊，可以坐，可以坐。嗯。好，你假装。哎，这好可爱。你假装趴在，撑在，对。你在这里，我帮你拍一张，快点，靠我这里，靠我这里，停。站在那三个旁边。扶着柜子。我刚刚到头了，你呢？你靠在那上面，对。是吗？可以拿，只好像只能一次，你就拿给他，我们俩一起照。嗯。知道吗？知道。你不能干那。